玩乐三分钟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拆开超级飞侠的玩具，这是超级飞侠乐迪。我们拆开乐迪的玩具蛋。哇哦，乐迪变成了一架飞机。再让乐迪变成机器人，双腿放下来，再把双手伸出来，乐迪变成机器人了。这是超级飞侠小爱，我们拆开小爱的玩具蛋。噔噔，直升飞机小爱，再让小爱变成机器人。手臂伸出来，小爱变成机器人了，他要出去执行任务。这是超级飞侠多多，我们拆开多多的玩具蛋。飞机翼伸出来，多多也变成了一架飞机。再把多多变成机器人，双腿放下来，手臂伸出来。当当，机器人多多，多多也要去执行任务。这是超级飞侠酷飞，我们拆开酷飞的玩具蛋。哇哦，好酷的战斗飞机啊！再把酷飞变成机器人，双腿放下来，手臂伸出来，噔噔，机器人酷飞。这是超级飞侠卡文，我们来拆开卡文的玩具蛋。卡文变成了一架飞机，再让卡文变成机器人。手臂伸出来哦，当当，卡文变成机器人了。最后是超级飞侠米莉，我们来拆开米莉的玩具蛋。米莉也变成了一架飞机。